想待在你的身边，如果不小心愁眉苦脸，值得我们还能想念。感谢我的好朋友盛浩，没有他也没有翅膀这首歌挖掘出我的潜能。这彼此心疼。风，是有人在跟我说话吗？现场安静 ，Lori。我用一个再比较重一点的方式呢，你试试看呢。做错的是我，他们两个根本就不合适。不错啊，对这个很好。让风在你的旁边，拥抱脆弱时那些瞬间。是看了哪一个内容？今天妈妈在车上播放《巴郎哎》，听完之后马上回家找出小时候买的 CD， 几乎都是 V 姐的作品。你就知道我对那个手写卡片是没有抵挡力了。我收到什么礼物都没哭，就是那个卡片打开我就爆炸了。值得我们还能想念。我这话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但我的企划竟然说我在画富士山，很感动啊！先不要流眼泪，因为很浪费。没有，刚流一次就够了，不流了。好。每次分离，我们都而且这么重的油桶它会动哦，我前两次油桶都动，然后我就提醒我自己不要靠它，但我每次都忘，一靠上去太正，我就想完了，穿帮。约好了下辈子也一样要爱着我。第一次自己作曲，全部都是写词的灵，所以这次的灵魂融入的更加完整。它是一首很温暖的歌，有时候你就算可以在你爱的人身边，可是灵魂上的支撑，我觉得是更大的力量。支撑我们的力量都是我们的翅膀，包括粉丝跟我们之间这种隐形的力量。可能我这辈子没有见过他，可是他却爱着我三十几年，然后一直支持，一直相信。我的最新单曲《翅膀》已经上线喽！翅膀除了送给甜蜜粉以外，也送给每一个身边有爱你的人。他们的爱都是一个隐形的翅膀，让我们更勇敢地往前走。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都能够越飞越高，带着钢铁般的精神，赶快去听。陪着你。